好的是维吾尔族的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。现在守护哥哥。
我是你的天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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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喜欢天儿的可以点点天儿的关注，在过过天儿的直播室通知。那天儿今天给大家跳的呢是，维吾尔族的舞蹈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。同时，大家也可以在等一点，我们电脑左上角这个五星舞秀嗨翻天的这个预约。对，可以点点左上角五星舞秀嗨翻天的预约，同时呢，可以再等一点，点一点天儿的直播室通知，好不好？可以点点心打卡吗？天儿跳的真的还蛮辛苦的。对，是新疆卖羊肉串的，怎样？喜欢吗？OK，大家好，我是天儿，喜欢天儿的点点天的关注，再勾勾天儿的直播室通知。OK，那下一支舞蹈呢？因为今天穿的是维吾尔族的服装，同样也是维吾尔族的舞蹈，但这首歌你们应该全部都听过，是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》。偶尔要欣赏一下不同的舞蹈风格的舞蹈嘛，对不对？喜欢的就点点天上的关注吧，不喜欢的也点点关注，只是看看我还能生生气吗？用那青春的血液来交换。
Hello，我是天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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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喜欢天儿的点点天儿的关注，在咕咕天儿的直播室通知，然后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，大家挑下衣服吧。好嘞，那 OK，那第一件衣服呢是一件白色的长裙，然后是。对，是一件白色的长裙，然后是一个，抹胸式的一个长裙吧，然后，挂脖的抹胸的，然后第二件呢是一件黑色的长裙，然后是一件纱的，半透的吧，好，白色的选一，扣一，黑色的扣二，预备备，三，二。哎，为什么我没有？三、二、一，让我看一下。哎，为什么？三、二、一，我得这里一白色裙子，白色的，拎起酒瓶打酱油哥哥，穿白色的裙子。然后大家呢，待会儿也不要离开993，因为我们的妹妹呢会继续给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表演，大家也可以点点妹妹的关注，好不好 ？OK，然后喜欢天儿呢也可以点点天儿的关注。还有就是同一个时间下一个档。下一个档呢，依然是天儿给，再下一个档，1:45的时候，天儿还会再上，所以喜欢天儿的可以再等等天儿1:45的时候看天儿跳舞，好不好？赶紧的，喜欢天儿的赶紧点点关注，然后再给我天儿的直播室通知，拜。背景音乐。喜欢听的点点点点关注吧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待会儿。